真的巨好吃，太过瘾了，就是冰冰凉的，可想吃冰淇淋。咱郑州最近有家提拉米苏特别火，今天专门跑到了二七金街带您去尝尝。听说他们家是正版的全国连锁麦兜冰小春日和，这么多小姐姐都在排队，人好多呀。你好，我看网上你家那个提拉米苏60多可以用吗？可以。这外边这个包装是收费的吗？这个是不收费的。喜欢吃芒果的可以选这一款，它上边有菠萝、百香果和芒果，他家口味还是挺多的，荔枝、榴莲、草莓的都有。这包装绝对有仪式感呀，打包带走的时候下面也会给你放上冰袋。我选了一个晴替、车厘子和可可提拉米苏，他家这个胚底用的都是手指饼干，薄薄一层的，但是都充分吸收了咖啡液，它里面撒的还有蓝莓颗粒，真的停不下来。这个完全不是那种甜到发腻的那种口味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水果真的个儿都超级大，它里面用的奶油都是安佳奶油，我愿意为我的嘴馋买单。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可可提拉米苏，这个招牌的提拉米苏就是那种甜而不腻。我已经放飞自我了，老铁们，巨好吃。